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68节。利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。这个三句啊，前面曾经介绍过，他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而且呢很容易违反。多讲几次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对我们会有好处的。世间人，每一个人都想好，都想求善，可是往往啊，造作一些过失，自己并不知道。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的，现代的教育跟过去不相同，古人非常重视防微杜渐，知道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人是动物里面的一种，它能够高于其他的动物，就是因为他受过教育，他懂事，他明理。那么一般动物呢，他没有能受过这个教育，这是人跟其他动物差别的所在。如果人要不受教育，这古圣先贤都知道，在所有动物当中啊，它是最可怕的动物。啊，你想我们意识当中常常感触到的毒蛇猛兽，它吃饱了之后，它绝对不会侵犯其他的小动物。可是人这个动物不然，他吃得饱穿得暖，一切过得很自在，还要欺负别人，还要去杀害别人。所以人在动物里头，我们仔细去想一想，是所有动物里头最残忍。就古圣先贤的，这佛菩萨再来，化导众生的，众生里头主要的是人道啊。人如果觉悟了，成就非常快，那是其他的动物远远比不上的。人要不受教育，堕落也很快。堕落在阿鼻地狱，这个现象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啊。
那么佛教我们要把这些错误的心理行为修正过来。古大德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都勉励我们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心地念头啊，要把念头转过来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实在讲啊，不只是世尊一个人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讲些什么？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一切法的事实真相，就说的这个。这个说法没错，确实讲的是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里面最重要的，为我们说明宇宙从哪里来的，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，生命从哪里来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事实真相通通通达明白了，在佛家讲呢，你成佛了。事实真相完全迷惑了，这叫众生啊。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。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佛讲的很多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能理解，我们也没办法接受。佛说宇宙人生一切万物是自己，这个话我们听起来不懂啊。怎么会是自己呢？真的是自己，悟了的时候才知道是自己，迷了的时候不知道。就譬如我们一个人，我们人身体大家都晓得，无数的细胞组成的，我们人的身体就好比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生命啊。可是我们里面每一个细胞它并不知道，各个细胞都独立了啊，各个细胞都以为自己为是，不能够互相合作，不能够互助或这个互助合作，彼此还互相妨害，那这个部分就麻木了，就生病了啊。所以今天是什么现象？不仅仅是一般人说地球病了，宇宙病了。好在这个病啊是局部的，不是全体的，所以还有觉悟的，觉悟的那个好细胞帮助坏细胞恢复啊，恢复健康啊。好的细胞就是诸佛菩萨，坏的细胞是六道众生啊，是一个生命整体，千经万论的就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。
我们不知道。佛费尽了口舌，讲了49年，真正听懂的人有几个呢？实在不懂。听懂的人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个人就成佛了。那么也许是有人听懂了，懂了习气没改过来，是有，但绝对不是我们六道凡夫那些人，阿罗汉全教菩萨，他们确实超越三界了，他们懂了，他们心里真改过来了，习气没改过来，在小乘人习气改过来了是辟支佛，大乘习气改过来了是化身大士，不是化身大士，他确实转过头来了，习气还在，大乘讲全教实教，差别就在此地啊。这个内心转过来，他的行为决定不一样。从哪个地方看？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就是我们讲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完全显露，自自然然的显露。没有一丝好勉强啊！我们现在勉强，我们学啊，学的还不像啊！这是勉强的，不是出自于自然的。切入境界的，真的明白了，就是自然的。可是勉强也得要学，如果不勉强啊，你就达不到自然。这个谚语里就常所谓的习惯成自然，可见的这个习惯就是教学，你看古老的教学从小孩子慢慢把它养成习惯，到他觉悟的时候纯属自然，所以从习惯上呢可以能够培养你，让你契入境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要修行，你这个经教念得很熟，也都能理解，但是你不肯去做，你的理解是有范围。广狭浅深都有范围，你没有办法超越你的极限，所以一定要在行门里面去验证你所信你所解的，这叫功夫。到完全契入境界了，功夫两个字都谈不上了，没有了，那等叫回归自然。自然是法性啊，宗门讲明心见性啊，教下讲大开圆解。这个人就成佛了，成佛
佛也有差别，有圆满的佛，有不圆满的佛。古人用的比喻，在佛经上也有的比喻，比喻得好，把究竟圆满的佛比作夜晚射午的满月，究竟圆满。没有圆满的呢，把它比喻作初三初四到十四的这个月光，那是真的月光，不是假的，真佛啊。所以真佛里头有圆满有不圆满，但是他是真佛，也就是说他已经回归自然，已经与法性圆满相应。为什么说他还不能达到究竟圆满，也就是习气没断，没断尽，就断习气不容易。如果是在勉强修学的时候，这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心没有完全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，那是全教菩萨，就是十法界的，没有超越十法界，十法界里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。都没有回归自信的，他们还在真正用功努力啊！也就是我们现在讲，他在做功夫啊。法身大师，功夫两个字谈不上了，没有了，念头都没有了，不但讲形式，念头都没有了。那么这种境界，我们能不能达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决定可以做到，而且我们凡夫，所以波地凡夫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能做到啊。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善财童子是什么人呢？修学大乘佛法的人，修学大乘圆教佛法的人，这个人就叫善财童子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肯定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修学大乘圆教，一生可以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问题你肯不肯干呢？初学的时候当然很痛苦，痛苦在哪里呢？痛苦在改变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气已经养成了，养成一个坏习气，现在把坏习气统统改过来，很痛苦啊！譬如喜欢睡懒觉的，每天晚上早晨要睡到十点钟、十一点钟的起床，现在加到五点钟、四点钟起床，哎呦，好难过啊！我们今天修行感觉到困难呢，就是这种情形。其实什么呢？天一亮起来，四五点钟起来是正常的呀。我们搞到十一二点起床不正常啊。现在我们的观念是这不正常认为正常。那个天一亮起来这是不正常。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不正常，觉得我们都很正常。我们过失在这里，所以佛法修学最重要的，先把观念纠正过来，然后观念如何能够变成行为，那叫真功夫啊！回归到自信呢，现在人家回归大自然，回归到自信啊，
那就成佛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发身大士，啊，《金刚经》姜维农居士所说的四十一位诸佛，啊，四十一位发身大士，四十一位诸佛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诸佛如来，是指这个四十一个位次的。啊，他说的好啊，所以我们一生当中肯定能成就。啊，可是一切众生成就不一样。从前善导大师讲的好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啊，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。善导古书里头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间示现，啊，我们相信太多了，但身份没铺路，啊，身份铺路大家所知道的，善导是一位，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他是最早的被人家知道的。第二位永明延寿禅师，啊，第三位是过清寺的风干和尚，啊，这三个在历史上有记载，啊，阿弥陀佛实现的。啊，那么也有人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实现的，啊，菩萨实现的多了，啊，布袋和尚我们晓得弥勒菩萨实现的，这实现出家相，还实现一个居士相，唐朝时候的富大师是弥勒菩萨化身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晓得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不暴露身份的，默默地在做潜移默化，多得很呐，啊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头很多很多，正是布袋和尚所说的啊，时时是世人，世人常不识，这世间人不认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明白人照顾不明白的人，多数诸佛菩萨是明白人，六道凡夫是迷惑人，啊，明白的人很多，啊，在我们周围我们不认识，啊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发现呢？你认真修行，你修行到一定的水平，你自己心清净，自己慢慢觉悟了，哦，然后一看周边真的不少，啊，才会发现呢，什么时候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凡夫只有我一个，净虚空变化界都是诸佛菩萨，你入了境界了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，你入法界了。啊，什么法界呢？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华藏世界，《往生经》里面讲的极乐世界。
不必等死了以后往生了，现在就见到了，就入境界了。那这个人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十报庄严土啊，现在他就证得十报庄严土了。这个事情哪里是假的呢？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稍稍努力一点就能办到啊！努力要把自己习气毛病通通改掉，就进入境界了。入境界得大自在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显现啊，自信里面的三德密藏啊，化身般若解脱，通通现前了。啊，你的心理，就你的思想、见解、你的行为，永远没有过失。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啊！世出世间其他的一些话，假的啊！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会见挑拨是非？这个见利骨肉也挑拨是非啊！啊，不但呢，你不会去夺别人的所爱。你会成全别人所爱，你会助人为善，我们是为社会服务的，为这个地区众生服务的，我们是来干这个的，这个是佛法，诸佛菩萨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服务的形式没有限制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服务的内容也很多很多项目啊，但是它有个中心东西不变的，做好样子给社会人看啊，这就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。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这是永远不变啊，方式可以变啊，符合这个标准，这个就是佛法；违背这个标准，世间法啊，佛法跟世间法就这一念之差了啊，为我自己的利益。需要你们帮助我的是，这是世间法；为你们的利益，需要我怎样帮助你，这是佛法。我们要从这个观念上转过来啊！啊，我们住在这个地区，啊，要了解这个地区的需要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怎么会作恶呢？怎么会有恶的念头呢？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决定不会违背这个原理原则。我们叫学佛，我们叫修行，我们叫弘法利生。佛家的名词术语很好啊，可惜都被人误会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